6月25日晚，樊少皇携新片现身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，一身劲酷黑西装尽显宗师风范。虽说该片没有小鲜肉，但誓言能确直言，樊少皇比小鲜肉更小鲜肉。据悉，此次是樊少皇公布即将升级当爸爸后的首次公开亮相。面对媒体的追问，虽不愿多做回应，但难掩喜色，在后台也极尽搞怪之能，毫无架子。据悉，现年34岁的女星贾小晨同老公樊少皇去年完婚，婚后不时传出身孕，直至日前贾小晨在网上晒出一张韵味很浓的照片，还刻意用手摸肚，似乎暗示有喜。近日，她终于正式宣布怀孕喜讯。贾小晨在微博上传了同樊少皇对望的合照，还公开怀孕的喜讯，留言：“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是的，我们现在三个人了。”随即，樊少皇也转发妻子的微博，还用了一男一女同一个 baby 的 emoji 图案，代表他们一家三口。